香港平均每年有620个失踪人口，都是找不回来的。 这几年我安插了卧底，在一个极有可能的走私集团里面，我很有信心，短期内就能锁定目标。我的心脏什么时候能找到？一会儿监视员，你帮忙要绑架两个人。越说越像疯狗。我拿一个人的命，就我自己，有什么问题？跟我一起杀出去。